杨紫和李现在2019年合作了电视剧《亲爱的热爱的》，这是他们第二次合作，也是他们最火爆的一次合作。他们在剧中饰演了童年和韩商言这对甜到爆炸的恋人，让观众看得心花怒放。他们在剧中的高甜戏码也让很多人误以为他们是真的恋人。杨紫和李现在2019年10月19日都迎来了自己的生日，而这一天也恰好是《亲爱的热爱的》播出100天。 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，他们两个都发了同样的微博配图，并且用“亲爱的热爱100天”作为话题标签，这让很多粉丝感动不已，也觉得他们真是太有缘分了。杨紫和李现在2021年10月19日都迎来了自己的生日，而这一天也恰好是《亲爱的热爱的》播出2周年。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，他们两个又发了同样的微博配图。 并且用《亲爱的热爱2周年》作为话题标签，这让很多粉丝再一次感动不已，也觉得他们真是太有缘分了。杨紫和李现在2021年11月11日都参加了《天天向上》的节目录制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节目中公开互动。他们在节目中展现了很多默契和幽默，还有很多甜蜜的眼神交流。他们还一起玩了很多游戏，比如心有灵犀、情侣对话等。 在游戏中也表现出了很多高甜的画面。